曹芒，你那也没啥正经患者，没啥正我经给患你者，得们，碰得碰。我给你们分享一首目前欧盟最火的意大利最火的新闻，你别给我抬走了啊！老开心了，你别给我抬走了啊！意大利乐子人，听不听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整一首我听听。就是这个这两天那个这边上热搜的也是那个诈骗嘛，宁北啊，咱家那段时间也是哭哭一堆狗子带节奏啊，战狼啦，咋了咋了，你咋不去拿下啊？怎么的？就中国人那个啥，美国这了那了，欧洲人谁说的？欧美也是主要的侵害对象。这两天出了一个新闻上热搜，这边因为这边被骗的也很多。绝大多数是那种杀猪盘，哎，盖点了，应该。这两天上热搜的一个是这边一个大哥，老头大爷71岁，不是一般人儿，是那个 NATO 的高官，意大利的陆军上将，然后而且是搞那个什么的，哎呀妈呀，不是我那个盖脸的哪儿去了？我咋盖了？不住脸了呢？怎么没事？你说你的，你说你的。你还在这儿给我整上打上配合不了，是我盖脸，我要盖脸。你说你的。NATO 高官，意大利陆军上小将，白人。而且是高阶的那个间谍，就意大利版007原型，说是那个不可完成的任务，也就是根据他的原型一部分拍的，就这么一个被那个。缅北的给干了，杀猪盘给割了，骗了23万欧。那个，这个，然后，这个形式类似于"你好，我是秦始皇复活了啊，为我50复活还你。”这个谁？你接着说。这边就火了。他是被骗，其实被骗了好长时间了，因为他等于说算是婚内出轨嘛，就是网上跟人谈恋爱。然后估计家里人也知道，也不好交，最后自己憋屈的不成，自己找的媒体，然后没想到媒体把他的身份就全给曝光了，现在网上舆论就没有人拿他当受害者，然后那个意大利网友跟其他国家网友都骂起来了，其他欧盟国家网友都在一块说我靠，意大利军方的人真他娘的不靠谱，后又把二战时候他们的意大利乐子人的部队故事全搬出来了，然后现坦克在里面临近，是坦克在坐坦克里面听歌剧这个事儿吗？对呀，那还有那个把那个救援的水，全煮了意大利面，当时德军不都要渴死了吗？意大利这在这块拿着水咔咔煮面，这就陈芝麻烂谷子，二战那点事儿全给。弄出来了，说好嘛，这就是你们意大利军方。然后这边不是有很多反 NATO 的组织嘛？这大爷不是在 NATO 也是高级的，特别高阶的那个什么？然后一堆反 NATO 的最近也嗨得不行，说你看你们的 NATO 都是什么驴马烂子，就这还搞安防呢，还整又是国了又是安了又是 spy 了又是这了就。就是被缅北杀猪盘给干成这样，直接给瓦解了，直接给意大利瓦解了，真狠呐！那你现在怎么的？你现在那个，我听说这两天连麦挺劲爆，给咱介绍介绍呗。这两天老劲爆有一个来读稿的，上来一首咔咔，直接不是，就是那我好奇，超妈那是咋的？他们组织给我放弃了，那咋不派人来我这了呢？这个来我这读的没法来，在抖音一下肯定有风，贼猛，贼猛，上来是直奔要害的，直奔 party 来的，反啊 party 了，直接啊啊啊啊啊啊啊，这个就府里就最狠的那种，就是你要当街喊都能被抓那种，了，啊，就都开马始上就被抓，玩上这种的了。就是风火轮那一套。就直接，而且喊的最直白的，有没有直接付出代价的呀？除了封号有啊，这抓着呢，
抓着呢，我报了的大盖帽叔这两天抓着要跨省协作呢，正经的抓着呢，正经的正经的，对天发誓。那那个来快赶紧群众汇报一下，有没有最近这两天没开播的，是不是跑了？那个抓着呢，那他在黑龙江，然后要那个就是我们青海的没有执法权，要跨这回用户在互联网上框框发言，疯狂表达，疯狂输出，然后被跨省协作抓了。抓紧呢，抓紧，这事儿有了以后，他高低的往出发一发呀，对不对？终于有那啥的了，终于有挨掏的了。那这些他发的那个东西，就只是 party 这个问题吗？有没有别的？比如崇洋媚外这一套？没有，人家是高阶，直接直奔体制，全部都是那什么啊，这种的。我这现在还没有狠到这种的患者，我这患者顶多就是盲目崇洋媚外了，有点。一狠，你这边号绝对永丰，还说啥呢？啊，这么回事啊？行，那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那你还啥时候能开直播呀？下周啊。下周几啊？下周一或周二。我说搁我抖爹这儿。啊，对，下周。啊，只除了抖爹都不叫平台，就抖爹叫平台。好，对对，那下周。啊，现在工资也50万呢。昨天有人管我叫工资。没有50万，现在最高的呢。昨天有人管我叫工资，我现在大头鹰也是工资了。现在就3500的就有。行。3500的有。啊，你那啥呗，你那个回头你能开播的时候，你连我，你连我。行。啊，咱出去琢磨他们去。行。啊，琢磨他们玩。今天就来给你汇报一首意大利的乐子人。以后就是直播间的小伙伴，在咱家再有那个拿这个缅北带节奏的，给他们讲讲这个故事。就是哎呦，咱普通老百姓被人家干了，哎呀是可怜。你看人家干的，把意大利的啥人都干下来了，也是挺狠，也是挺狠，也是个狠人，不错不错。他自己给整破房了，来首自爆，真是挺好。那行啊，那就等你下周一有乐子了，咱整呗。我去看看，我先去打，我先去看看那个有没有那个美国主播，他们想看美国主播，我先连个麦。好嘞，下了，好了。